我在装漂亮，所以书包好难过，哼哼。Idol 在近日终于登上粉丝们期待已久的认歌节目，仅仅公开预告就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在近日，节目组就率先公开了节目的部分片段，尤其是在用外语来模仿韩剧的环节中，舒华还特别用中文来模仿三流之路的撒娇片段呢。ตอนนี้ฉันกำลังตักเตือนคุณอยู่นะรู้ไหมตอนนี้ฉันกำลังดุคุณอยู่นะรู้ไหม정답자지금무섭게혼내주는거야나지금너아주무섭게혼내준거야너네신금은누구니나루메이我吃饭还是跟我亲亲자미연미연미연근데미연보다나잘한다너나랑죽을래나랑사귈래너나랑밥먹을래뽀뽀할래밥먹을래나랑뽀뽀할래你跟我吃饭还是跟我亲亲我呢不是在装漂亮，我从出生就这么漂亮，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在装漂亮，所以说我好难过。哼哼哼哼。나는예쁜척하는게아니라그냥예쁘게태어난건데그거를남들이막이쁜척하는거라고보니까는애라도힘들도미연이는그냥예쁘게태어난건데아니미연이말고그냥예쁜척하는게아니라그냥예쁘게태어난건데예쁜척하는거라고하고정답不是在装漂亮，我从出生就这么漂亮，大家都觉得我在装漂亮，所以说我好难过，哼哼，所以说我好难过，哼哼。仅仅通过部分片段就能感觉到这一期的节目非常有趣，让人更加期待完整版播出时女孩们的表现呢。我呢不是在装漂亮，我从出生就这么漂亮，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在装漂亮，说话好难过，哼哼，所以说话好难过，哼。